老板要一个奶油小蛋糕。好久没吃，又馋又疼。啥上瘾？要水的还是流心的？水点吧。报上灭户。最近天气好热哦。对呀、啊，热死了。刚好我领取了饿了么新人券，高达66元，买了2杯奶茶，直接抵扣了几十块哦。请你喝杯奶茶吧，老板。现在饿了么有活动，只要手机注册登录，新人最高就能领取66元红包，下单直接抵扣，还有百亿补贴，最高能减20元哦。每单可叠加，链接我放在了左下角，赶紧点击下载吧。谢谢你啊。现在是买流心的多还是全熟的多呀？这个，一般流心的多。奶油小蛋糕，上次大家说流心的吃了不太好，所以这次买了全熟的，还是好好吃哦。还有超便宜的奶茶哦，友友赶紧点击下方链接，冲冲冲！